这里有写哦，弟弟，这里有写招财进宝，哎，暗暗的哦，一个圣杯画三公分的元宝，哎呀，你在纸哦，我丢了，你丢了，再拿起来再丢一次，因为你没有杯，我是哪里有杯？再拿起来再丢一次，你要一个正的，一个反的，你如果说丢到一次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小的，如果丢到三次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中的，不是这样丢的，而且你要先拜拜再丢。你要先拿起来，然后跟土地公拜拜。你先你丢的你拜拜，你就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然后就丢，轻轻的放就好，轻轻的放下去就好了。OK 了，轻轻放，轻轻的。好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哎，有了有了。有点暗，你再丢一次吧。嗯，你看。有了一个正的，一个反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你再丢一次。再丢一次看看是不是一个正的一个反的，再丢一次，再丢，轻轻的丢，轻轻的丢丢，哎，没有了没有了，你这个人没背了。好了，谢谢神明吧，谢谢土地公，谢谢。